人是宇宙的精灵，本篇旨在揭示人体自身的奥秘，揭示人与宇宙关系的奥秘。这种奥秘当它未被揭示时，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千万种神秘现象，一旦被揭示，就将开辟一个新的科学、哲学、艺术文明的世纪。本篇将以对人类负责的严肃态度，一丝不苟地记录一切，展现一切。在这里，将消灭一切怯懦，消灭一切虚假。我们将在全人类共有的严肃审查的目光下公正一切。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无畏来揭示一个曾经是神秘的、秘密的、隐秘的世界，破译人类神秘现象，刷新人类科学文明。世界上患有牙病的人数以亿计，每年拔牙的人大概也有几千万。拔牙可以说是数量最多、最平常的一个手术，手术平常也不乏痛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进行的一个普通的拔牙手术。也许有人由于胆小而不敢观看如此血淋淋的画面，不敢接受这样的拔牙；也许有人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对麻药过敏，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手术。有没有其他的拔牙方式呢？往下我们将向朋友们展示特异拔牙的功能，并从这样一个具体的医学课题切入，进一步揭示人体特异功能的奥秘，继续生命科学的探索。请大家不要局限在特异拔牙这样一个具体的项目上，我们的眼光仍然是人体的奥秘，人与宇宙关系的奥秘。周德荣，一位四川来的民间医师，他与他的妻子、四岁的儿子都具有一种祖传的神奇特异的拔牙功能，不打麻药，不用器械，在你身上拍一巴掌，你的坏牙就吐出来了。行行啊，对，那别个都不得敢给去，我们就敢怕，管他啥子病，反正就是一巴掌，你就一巴掌就下来。哦，管你岁数有好高，年龄多大，资格好老，都是一巴掌。啊，是，他做活动的那种，嗯，我们是做的固定的那种，啊，做活动你要做满口都落完了那种可以做活动的噻，啊。我们首先在小范围内对周德荣的特异拔牙功能做了考察。有残根在里面，那你来给我。有残根在里边，有俩螺丝。够了，这根是硬的。哦，够是硬的。让你看一看。哦，对。有根，有根在里边。有根在里边。所以它老疼。能看，咳嗽咳。咳嗽，使劲咳嗽。有咳。使劲咳咳。出来了。大声磕磕掉啊！出来，在那儿，在那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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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手上，手，手上，手上，手上的。好极了，好极了，完了，你看。啊，在哪儿呢？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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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别动，别动，别别别动，看看，拍拍，你看看。出来了，有俩手。哎呀，我这是医院这个主任医生给我拔的，说你这牙。这个以后有经验，你找对了，就是找主任医，因为这个牙很难拔的，我拔了好长时间拔完了。他说你今天很幸运啊，找我给你拔了。可是我长了几年，它不缝合，我想是不是有点？对，可以找片子看一看，还一部。这自己我们保留吧，保留我们留个纪念。纪念了，拔了纪念了。居然他真的里边有啊！这就是神呢、啊，神仙。神了。Okay, 你看看神仙吗？这不来了。这位女士经医院拔牙后，牙根断在牙床里，牙根处常年溃烂发炎，
由于对麻药过敏，始终不敢再到医院拔除。啊，这玩意儿就解决大问题，真是来了痛了两年，减少多少痛苦啊！这一般医生不好拔了，怎么拔呀？把肉都陷了。脱。练修肥了，将头先。又拔出一个牙根。又出来了。他修肥了，才能再出第二个。哎，这你都不相信。你像我们要让全世界人相信多么困难，你是靠你拔掉两个牙根才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人们就要拔两个牙根，太困难了。是啊，所以我们要拍部电视片，啊，让大家看这些事实，使大家相信。要不这保证没人相信。小规模的考察初步确认了周德荣特异拔牙功能的真实性，于是我们把它放到了大规模的演示会上继续考察。这一次周德荣一家三口都出场了。是大贵呀，你自己说一说，你自己说一说。他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夫人。这位老人拔下来的是一颗埋藏牙床多年的想拔而又不敢拔的牙根。有一颗虫牙从小就没有拔掉的，希望今天能把它拔下去。轻而易举地为王光英先生取出了耳石。左耳朵的，右耳朵，小。好了，好好好。这牙也可以跟他搞平衡。不，牙结石太多，看。牙结石多。牙结石太多。牙结石太多。给这位日本朋友拔掉的又是牙根，且不说是什么功能，就这样不打麻药、不用器械、不疼、不流血，几秒钟拔掉一个牙根。这本身就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就是四岁的小神童渠渠，现在该轮到他出场了。在我们后来的考察中，证实这个小渠渠有着很强的特异功能。蹬脚，蹬右脚，跺脚，跺脚，蹬右脚，跺脚，使劲跺，跺，开始。咳嗽，咳，到了，到了，掉了，掉了，吐了，吐，别扔了，吐在手里，让大家看，哦。
镜头看一看。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周老师，你周老师，周老师，你再看看。好嘞，好嘞。你真伟大。这谁的包？站起来，站起来。谁的包？黑眼未闭，全身放松。开着，开着，开着。张开，想到你要取那颗牙，想好，想好，想好这个牙啊！不想错了。蹬脚，蹬右脚，右脚，右脚，跺脚，跺脚，跺脚，右脚，使劲儿，还有，好，对了，对了，开声，咳了，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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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牙掉下来了。张开，那边，那边，这是这位老太太的儿子，由他上前把牙取了出来。又是一个牙根。你别老乐，我就不爱老啊。根据我们的考察拍摄总结，周德荣一家人的气功拔牙是多种功能与技术的结合。你这里面一个麦根呐，应该给它拔掉，拔掉最后再补，好吗？拔掉以后再补，啊，都由您来补，啊，好的，现在就给你拔，先给你拔，拔完就给你补。我先说要矮一点儿是，我跟你说，不怕吗？不怕呀，不怕啊，不怕可以啊，哎，全身放松，耳机松动啊，蹬脚做出来，做出来，做出来，哎，就就下去后仰一下，可能以后就是仰一点吗？一下去完，在你离开中国之前，没法原来没痛啊，就鼓起脚再就算了，好，好，你给他讲一讲。有眼未闭，这个是这个会长的好的心意，还有那个金，还没过来到了，人家真的心意。别让他耽误啊！那个谁，有啥机会可以来找我？才是什么？才咳嗽，彭姐，彭姐，吐出来，吐在手上那谁？彭姐，举起来，彭姐。这耳巴子打的可不行，怎么着，值不值？值不值这耳巴子？不打下不来啊！对不起啊，打了这耳是吧？没有打的也是挺假的。先生，你打没打在我们大爹打？打现在爷，打现在爷。哎，他这个不会在。我看了，谁会抓起来？对对，抓起来。嗯。他说打贪官污吏应该。这里面牙根没有了吧？没有了。哦，他这个是彻底干净。哦，而且给您补了。那我这牙就剩这么点了。啊，可不。你是这个牙根吗？哎呀，太棒了！你叫来，我说我这怎么着？我说啊，再握手，再镜头拍一个。这，哎，怎么称呼？郑春花。郑春花大夫。郑大夫。哎呀，这位是周大夫。周大夫啊，周大夫，啊，你们三个合个影吧，合个影。哎呀，我说啊，解除了我的痛苦。我这个东西啊，已经很多年了，掉半俩牙呀，里边老吃东西往里塞。这拔牙太绝了，上门一眼，啪一下掉了。嘿，我说真好，我说这确确实实。神功啊！何美颖，何美颖，外边有，照相，照相。我说，电池我们哥们能发扬光大，都找电池。这祖国的瑰宝，我说啊，真是祖国的瑰宝，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影星葛优。你的牙，三个牙都没有了，对不对？三个大牙都没有了。没有大牙能吃东西吗？那这个好吃东西吧？不是，现在两个牙都没了吗？啊，两牙都没，然后拔掉一个，可以镶上两个。镶上全镶上，全给镶上。你懒得凑到来哈，你来挂号也要提前十天来预约，跟你讲实在的。还有我一个，还有一个。你先给我拔下来。先给你拔掉一个根儿。他有病。好。他有病，注意一下下，他有病。七七，心里不要跳，你心里一跳，我心里别紧张，别紧张。周德荣在气功态中感应到了对方的紧张与心跳。你这个比较气，睁开，睁大点。这白天根本费不到这么多，你。今天拔了几十颗牙，
平常周大夫不这么拔牙，他都很轻松的一下，今天是确实是累了。以前拔的不用上心里还在跳。没错。睁开，睁大点，咳嗽。吐到这儿来，牙根儿出来了，牙根儿，让我看。一个多年想拔又没敢去拔的牙根，就这样被拔出来了。来看，除了一小电穴。你吓得很。有他害怕。有什么感觉啊？那个谁是害怕？什么感觉都没有。现在不怕了吧？现在不怕了吧？放松，放松。这回能放松了。我觉得他肌肉全得跳了，现在他整个身看得没身体的肉啊，全部身上的肉全部得跳。那边再往后，不要拔了，不要拔了，就算了，开心，算了吧。别怕，别怕，别怕！所有镜头下被拔出的牙齿都被摄制组存档备查。现在郑春花开始为葛优镶牙，现场拔牙，现场装牙。你得把牙齿装好了吃。吃的馋的了，要请我哟。好。早就听说这个周大师这个功夫，但是没见过呢，这个事儿还是说实话呢，是还是有点不信啊。今天呢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拔，前面有两三个人拔牙这么大个儿，然后一发功一拍就掉下来了，就那么大个牙。我轮到我的时候呢，我紧张，心跳。我心跳呢，周大师呢没接触过，他说知道我这心在这跳，紧张有点。然后呢，让我那个别紧张。然后呢，这个发功以后呢，我这牙啊是一个牙根儿，说是周大师说有三个牙根儿，说今天不止给我拔下来呢，还给我镶上一个，因为我现在是两个牙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拔下一个牙根了。三个牙没有。三个牙根。三个牙没有。三个牙没有啊、哦。然后呢说剩一个牙根呢，要剩下两个牙根拔下一个来，结果呢就什么感觉没有，这个牙就拿下来了，一会儿呢又镶上了，说是过十分钟。就能吃蚕豆。哎，别说话。我得谢谢你，谢谢。这个场面，有些观众可能还有印象，这是与王强、王斌特异功能演示的同一现场。在这里，我们把周德荣、郑春花及小渠渠的特异拔牙放到了一个全方位考察公正的位置上。啊，请周大夫给他检查一下，先看看是否需要拔。该打针是为什么？要拔哪个？他是全要拔。这个是啊，有一个牙掉一半，那一半呢，后来那牙疼了，就给他掏出来了。啊。应该说他有个那个麻烦，他拔了一个。你是要拔肉里头那个牙根是不是？不，我这牙全都不要了。今天没法拔完东西。他拔那个里头那个牙根儿。
咳嗽。先生。为航天齐发功，紧固牙齿，现在是意念力。现在是手工点穴，意念力加技术。松动的牙齿坚固了。你的牙齿一会就不得动了，就不得动了。你的牙齿原先八个的，已经松动了，它一会就不得松了。那是不是一辈子都不掉了的？不得掉了。一辈子都不掉了。不得掉。谢谢谢谢。我的牙是牙根，因为在医院里面治吧，要打麻药，我又心脏不太好，所以不能打。又是牙根。前来接受特异拔牙的许多患者都有难拔的牙根，很多人又因为心脏血压不正常不能打麻药而难以去医院拔掉病牙。先生本身本身一个没得水一个有烟味先生看一看我拔错了啊，看一看看看啊，我不要拔错了。跟他加意念了，气跟他发挥气功了。希望大家跟他加个良好的意念，希望曲奇表演成功。希望表演曲奇表演成功。这位老人是著名歌星崔健的父亲，那一天他冒着北京第一场风寒大雪赶到现场来观看生命科学探索摄制组的特异功能演示。咳嗽咳嗽咳嗽，出来了出来了，掉了牙掉了牙掉了，吐出来跟你过去。掉了掉了，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这个地方卡牙这边。这是坏羊不是啊，他这边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
半只脚出来，今天别紧张。凳子坐出来呀！凳子坐出来，坐出来一小点。哎，对，坐出来就这样。全身放松。全身放松，像练功一样。他可能练功方面还不行。那个老人家入不到境的。嗯。会练功时候一瞬间就准备在状态里面。分开，放大一点。开伸手。哦。右开。哦。打得开。嗯。吐出来。吐出来。不到你手里吧。鼓掌。谢谢大家。不能过去，不能过去。打得开。嗯。吐出来。吐出来。不到你手里吧。治红眼病这个项目是周德荣突然兴致来了进行的一个表演。一张一张，开始表演就了。先几位先。二三。红眼学院，北京市医师学校。二十。好，行好好，下到来接接那个师傅仔。我能看了。你说。知道就得。加一念就是气功的功夫练的方法。为了对比，先治好右眼。他们的功夫都是挺好的。再治左眼。是，我们他们做过。可以说是上千次了，反正数不清了多少次。从小，你看是1979年就开始了。结果去换一点，它马上就要掉，所以我们爱人弄去按三次换，三次换都没成功。所以我有三个小孩。确实干啥？我写软件就算累的，没问题，这几个都成功了，我特满意。您看，你们看一看，是不是一样白了吧？为了更确凿地考察与证明周德荣一家的特异拔牙功能，我们在北京市公安局幼儿园举行了特异拔牙演示。手牵手，你两个手牵好。前气，前气。啊。演示会上还特别邀请了牙科方面的专家们到场。第一个项目由蛐蛐发功。为儿童拔牙，把手举出来。啊，在这个。举起来。我。把手举出来。举右手。举右手啊！举右手。你也举右手。好嘞。好好好。举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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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哎，举高一点，蹲久，我叫你们蹲久，蹲久，对，咳嗽，咳嗽，这个跟小朋友也咳嗽，小朋友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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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来。吐出来，吐，这个小母牛吐出来。掉了，掉了。一个儿童的牙掉了，吐在地上。周德荣、郑春花、蛐蛐发功前没有触碰一下儿童的牙齿，这一次没有任何手工，也没有任何拍打，完全是意念力特异功能。
蛐蛐发功，使儿童牙床伤口快速愈合。牙科专家们用非常职业的审视的目光观看着一切。牙科专家立刻来查看愈合情况。没有事儿，你放心。没有事儿。没有什么事儿了。那怎么得水都不哑了？怎么回事啊？得找你们天区的小同学看一看，出不出血？你们走一下走。你们去上人家去看，别人还出不出血？让人家去看啊！不能，这不像。医生们继续检查。他们绝不会轻率接受一个和现代医学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特异功能现象。他们的审视从科学的角度讲是可贵的，我们十分欢迎。然而，这种明显的怀疑态度却使特异功能者本人感到屈辱。他们在情绪上越来越对立，气氛的对立以及气氛后面的意念的对立，无疑使功能者的功能态受到很大的影响。拔牙在进行，医生们的考察也在进行。考察应该严格，严格就该挑剔。然而，如何又严格挑剔，同时又表现出善意的客观性，不伤害功能者的心态与功能态，这是生命科学探索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周德荣的表情已经把自己的态度写在了脸上，牙科专家们也把他们的态度写在了他们的脸上。各种气功特异治疗是与现代医学相异的，超越现代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特异治疗又不得不借助现代医学的手段来证明它的时候，生命科学探索摄制组必然处在一个困难的矛盾境况中。我们真欣赏医生们职业的严格性。当科学界在面对特异功能的时候，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态度。
然而我们恳切希望整个科学界能以一种善意的不带成见的客观态度来对待一切暂时还无法解释的奇异现象，那种虚心的松弛的宽达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敏感地发现新的真理。哎，老师们还对吧，咱们都是原来都是说要后主要是排这方面的要那个但是方面能进去别动啊，张医生你举起来，现场安静。哎，大有咱们大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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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别动啊，张医生你举起来，冯福迪就在看手里边拨一下，张勇你把牙戳在你手里了，跟你说扶也得扶，扶也得扶，举起来这个牙，你牙让我看一眼的牙。我不是说医院没有这个能耐，他也有这个能耐。你手手。这是男生青天的牙，让你拿。哎，让他们看一看。来，来，咱过来一下。没，就是轻轻等着。啊，有本事吧？吐出来，吐，拿出来，怎么？太渴了，去让他们大夫看一看。来，给照一下。好，来照着牙，照着牙，照着牙。我跟着那个。太乱了，主要是。别扣一把，别扣一把，别扣一把。你去叫他们一口气的看一看。你说你的牙现在真的疼，能不能爬？他要说能爬，我说不能爬，他说能爬，我不能爬。是相反的。周德荣显得十分激动，幸好还是自信的激动。如果因激动而怯懦，那功能者的功能就消失了。打击功能者的情绪就破坏了他的特异功能态，鼓励功能者的情绪就增强了功能者的特异功能态。心理是特异功能态的主要调节器。让他们，医学界的朋友，在老你看一看，他们是牙科医生，看一看是不是你的牙在发炎。如果确实在发炎，说我们意见是统一的；如果他说没有发炎，那就是荒唐。你去看一看，我看一看，让医生说，我的大夫说这么发言。来看一看，大夫，对，现在我们帮这个发发言这个事儿，来，来，学术交流。让他转过来，让他跟人跟人走，对，跟走。
摘花烟，听他说，是不是摘花烟？这个人能不能帮证明一下？没人麻烦人了，说他是在发言，这个人能不能帮着证明一下？问问于教授，于教授出去了。安静啊，全神贯注，刚才我看。谁让他嘴？你的牙正在疼拔的时候，有一小点痛。没看见。没过来。安静，安静。他叫蘑菇，叫我。不是。叫啊！你舔舔上俩，你把牙舔。看看。哎，我把牙不能超过三掉。我三掉就掉。把牙拿出来。把牙拿出来。把牙剪在手上。搁你的手上。哎，这录像机放一下。对。啊，你手别动啊，手别动，手别动。你的牙正在发炎。你的牙正在发炎，拔的时候就疼。好了。你刚才疼不疼啊？不疼，不疼。实话实说。哎，要说是真没疼。您说说发言。我现在没什么可发言的，不好说话，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回头再说。该您直言不讳的时候了，您可以各执己见吧。我绝对，我觉得请您来交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刚才是因为他没事影响拍摄，没有别的意思。那请于教授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科学这东西就要一个实事求是。刚才这位周大师的表演是，拔下了几个牙齿。不过呢，因为例数少，我不能够说明它是肯定还是否定，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例数来证明这个是否。但是我对这个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他说气功拔牙，实际上是，并不完全是靠着，而是靠着手推的力量和钳子夹的力量来解决，所以这一点说不能够完全证实的，当然也不能否定它，啊，而且。我问你一个问题，门关上。那小孩的拔牙，小孩拔牙是很松动的，我也能够拿手都推下来，啊，当然他也有成功的地方，两个人孩子里面掉了一个，另外一个是没有掉下来，咳嗽没有掉下来，这也是事实。据说伤口那个是否能够加速愈合呢？本来这个伤口到了五分钟也能够长得上，而且这两个当中有一个还是在出血，所以周大师说他不出血，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所以刚才说的那个，那位所长同志，他有两个残根都是很松动，加以推的力量，推松了以后再磕出来，这也不能够证明是气功的作用。第二个牙是借助于前拔的牙，所以也不能够证明是气功的作用。当然，我很佩服周大师的技术还是比较高的，拔牙很快。但我不能够否认，因为我自己说了，我没有见过全部。所以我不能够完全否认他的气功，当然气功也有他肯定祖国医学有很多作用，但今天不能够证实气功的作用在这里的它的成功之处。我的话完了。